刚刚把他扯。问题是你看不到他，你怎么知道他要不要大便？那你干嘛一直拉他，一直扯他？但是他刚刚把他扯上来，又把他推下去。那我就说我帮他，他就不要。等一下就痛了我拿。没有变，你一直叫你那大。谁叫他要虐待狗？那狗是来帮他，又不是干嘛？又不是他的出气筒。